我有一个女儿，她给前夫了，前夫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后面她又成家了，生了孩子，放弃高考，就是我们经济上承担不了，因为她是艺术生，学画画的，她是很烧钱的去培养她。再一个，她自己的那个成绩哈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她就考虑到不给我们增加负担。他就不想去高考，就没有去高考，就放弃了。他是挺懂事的。是。你是对女儿这个放弃高考、放弃画画的事情很一直很愧疚是吗？是的。之前对她的关心太少了，导致的。放弃了高考以后，她去做什么了呢？她去北京打工了，联系少。女儿也没有跟你联系？没有。你觉得女儿是跟她联系？就是说其实女儿跟她的关系还不错。对。我问一下那个王先生，你和她的这个女儿相处得怎么样？反正她过来了，她有什么需要上我们也会尽量。嗯。她出去外面了，她没有跟我们联系，有的是看我们就偶尔去打她的电话。你能评价一下你跟这个女儿的关系怎么样吗？我是这样理解，因为小孩子我们也要关心是吧。嗯，就是她有需要的我们也尽量满足她啊，满足他们。嗯，平时呢我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其他的什么指责之类的，反正他们来到我们家里面我们就尽量照顾他们，他们在外面呢我们也没有太多去过问。他跟他有点纠纷的时候我也经常劝劝，我这样给他都理解一下、嗯、是吧，毕竟年轻人都包容一下。女儿放弃高考无疑对刘女士和女儿的母女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先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也就没有去管太多。而刘女士在当时虽然对女儿心怀歉疚，但她的重心依然还是放在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一对子女身上。听闻王先生的小儿子找了女友准备结婚，自己都还在租房的刘女士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己唯一的住房给小儿子作为婚房使用。不曾想刘女士的这个举动却将年迈的老母亲激怒了。